俾你瞓大髀又唔瞓，阿 B 又想点啫？吓、啊，瞓大髀。唉。我觉得如果你要叠炎魔天咧，讲真喂呢度等先，怪讲嘢。我两只譬如你如果你有逢来极运就唔使讲啦，如果你冇嘅话，你学我咁用 hunter 只团长两只，跟住再加一只水天，加多只唔记得再乜啦，总之加一只反射咁搞掂咯。哎呀，呢弯去复活啊，杀错人，杀错好人啊呢次，咁啊奶他啦。诶，佢呢隻先系复活啦，咁就得啦。哇，个伤害逼，哎唔理啊，照炒。上次因为有鞋先唔见晒成行，今次应该唔会。嗱，佢吸飞弹，其实佢呢下系吸飞弹。哇，我俾杨贵妃食啦，咁就。喂，你咁大力嘅，喂咩事啊？你食咗药啊？黐线呀！有冇搞错啊？咁嘅事都会发生，佢杀咗佢，竟然杀到咁啊！唉，我得剑啊，我把剑啊！平时又唔见佢咁大力，佢做乜鬼嘢咧？嗰下吓，你发生咩？发生咩事啊？嗰个小妹妹，等先，而家计划有变，我哋要改一改个计划。鲁马山，喂，哎，都好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不亏。喂，唔系你啊，我以为系杨贵妃添。哎，继续继续食花生啦，继续。哇，顶啊，食晒飞都好型。好啦，一龙马够时间喐，唔惊。依下或者呢下你杀咗都得，要两下先死啊，应该一下、两下好噃。哇，靓啊！你今场这波不亏。你如果炎魔天可以美血入到关一下秒喎，基本上应该系。哇，西质博士翻嚟奶西啦 ，OK 搞掂。好啦，我阿贵妃有剑食啦。啊，你个贱人啊！佢上足个上下左右唔放，系要放喺上边。佢真系有心，佢真系有心阻拦我。好，三幅哇，打得好快。呢个阵似乎有啲唔对路。喂，搞掂下都系印度佬先，唔该。OK， 好啦，机械式打法呢度会唔会太斜？应该啊 ，shit！ 其实呢下冇乜关系嘅，呢下都有关系，呢下讲错系有关系，太斜啊！佢呢弯复活大，其实如果杨贵妃喐到，可以食多把剑。我搞弯了，哇！系时候要杀嘅啦喎呢度。唉，算啦，呢个喂炎魔天呢弯杀唔死 ，feel 到下弯哇两弯后大技，咁啊龙马食剑，哇呢号呢度唔好再抢龙马把剑，哇冇嘢好讲，呢弯如果杀唔死啊，可以嚟过啦呢弯 ，OK， 哇我净系信任龙马，基本上我只信任龙马。我血量好感人喎，点办咧？好，哇个印度佬咁命硬嘅，好少可以喺呢个乱弹下死唔去嘅喎。OK 连人斗，哇七正啊，好波，车毁人亡啊个印度佬，连人带罩一齐破，
好啦，拜呢弯。喂，点解系你啊？唔系龙马咩？啊！先手，哎喊出嚟，算豪俾你嗰两把剑，我豪俾你。一挂。哇，咁多把剑，真系润我啫，系嘛？我俾够三，你话唔够剑用，我俾够三把你。因为个罩要食剑先爆到咯，好简单嘅道理。因为个罩个血多过入边嗰只咯。哇，好叻！咁冇得拣啦呢度。喂，杨贵妃。咁样龙马冇剑 P K 啦，但系呢度我保住一保住炎魔天嗰把剑，一阵入关直接秒佢。哇死啦，咁细力嘅喂！喂，我有镜啦，有冇剑啊喂？哇，撞唔到杨贵妃，唉，喊出嚟一次。爆雀仔攞剑，哇咩事啊？喂！点解啊？喂，杨贵妃个癫婆真系好癫啊！佢近距离爆友情咧，真系爆到佢哋成面都系。好叻，因为太多散弹，所以好叻。啊，变鸡八婆，唔得，攞佢条命先度。我想试下四血，如果咁样入关咧，炎魔天系可以做到啲咩？俾到啲咩我睇？但呢关点样可以喺食到剑嘅情况之下唔变鸡，亦都系个学问。我看到那个路线啦！哎，唔好啊！呀咩啦？哎 sir， 哎都好 set 到位 ，set 到位。呢条友真系贪心。龙马亦都系唔可以变鸡嘅人，龙马亦都系一个唔可以变鸡嘅男人嚟。我喺度遇咗一阵，哇！小红帽再现江湖，好诶！等先，呢个特登唔杀你吹啊，系唔杀你吹啊？有十字而逃，今日即平。得啦，马先，喂，我唔想变鸡喎，等先，有办法可以唔变鸡，唉，是但啦。有天命嘅人自然就唔会变鸡嘅，系啦，都系鸡，都系冇天命。好啊，各位观众，佢已经死咗，睇过，我宣布佢已经死咗啦。喂，嗰只龙，哇，勇我看看，哇，地上最强，好啦。炎魔天世界最高，系啊！大家你睇到嘛？有 Candle 那个敌人嘛？好啦，即刻 KO， 唔使讲，唔需要多讲废话啦。好，两只都合理嘅，两只都合理嘅。嗱，其实带炎魔天 OK 喎，反而若果带炎魔天反而几稳喎，系咪先？反而系稳个龙马，因为炎魔天低速啊，佢反而奶双壁奶得冇咁金，反而我带炎魔天几稳喎。